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有人说男人有钱就爱作怪，真的所有男人都这样吗？所以女人才把钱管得死死的。到底藏私房钱是男人最刺激的乐趣，还是最谨慎的秘密呢？今晚这四位已婚的来宾将告诉你，他们如何跟老婆伸手要零用钱，而他们的零用钱到底都花在哪里呢？钱不够花又有什么糗事呢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国光帮帮忙》，我是洪，我是洪刚，我是钟恒，大家晚，大家好。今天助理是，大家好，我是佩瑜。佩瑜，嘿，我们常常听到女孩子说，男人有钱就作怪，我觉得没什么道理，而且这句话都是婚后才讲。谈恋爱的时候完全不管，对啊，花你的钱的时候都不管，真的。然后结婚以后就说，你们有钱就会作怪，然后开始控制我们的零用钱。对啊，小张这我就羡慕，你们好可怜啊。你会不会被？我会被念，被念，但是不会强制的限制，那更惨，被念，然后对呀，对，又不限制他，就不给个不给条线，那老说你踩线，对，对不对？那老婆变态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乱讲乱讲。好，我们讲不错，我们今天请到这我们演艺圈四位男人中的男人，我们讨论一下。我们男人是不是到底有钱就会作怪？这个因个人而异啦。问一下各位已婚的男士，钱被太太管的，请举手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是，对啊。没有经济自主的，我完全没有，哎，很幸福。我完全没有。我觉得迪姐可能赚的比你多，所以她无所谓，这一点我不知道。不是，你不要当场就伤她的心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喜欢她赚的比我多，我反而没压力啊。哦，你赚压多。我开我家己就好啊，我就不用兼顾到他这个，好像哎呦这又不能买，那又不能买，赚这么多什么都可以买。那他的想法也是这样吗？他的想法应该不是这样问，这样问，喜欢太太赚的比自己多的举手。那当然了，一致通过。你现在有太太了？不是，我也是希望这样，我太太赚的比我多，真的很过瘾。我以前都很希望自己哈是。讲句没有出息的话了，是，我也希望能自己当舞男。你凭什么呢？就是凭什么？就是没有办法，我身材不够。不是，你要赚，就是因为身材不够。为什么一定要当舞男？不要妄自菲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说你不够高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你比菜头高多了。香肠比鸡腿啊，你跟他比，他已经60多岁的男人了哈。对啊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被女孩子养也是一种男人被肯定。哎，我们现在不是养，就是说老婆赚的比老公多。一样啊，有的是养一个月，有的养一年一辈子的。这个尸骨不化的这种观念。其实我讲一下概念问题。老婆赚的比老公多而已，就是说我被养。养家嘛。你要出来。我什么时候被丁一养？孙总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要生气。真的是自尊心受损了。不是，其实我讲概念问题。其实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女生呢，都是我嫁给老公了，老公的钱是我的，我的钱还是我的。哦。但是呢，老公钱还要管家用。是。然后老公钱又是我的，我又花钱，那不够花。他自己能够赚钱的话，他个人的私欲，想购物买私欲购物欲啊，食欲对不对？食欲啊，性欲啊，或者是跟姐妹淘出去玩，他也有自己的钱花。那我们呢，对于家计来讲 ，cover 就更轻松了嘛。所以就何乐不为呢？可是学哥，我有个疑问，嘿，你今天为什么要穿这样？为什么？爽，也是一个记录了。我从国光帮帮忙是单身，一直到求婚成功也在国光帮帮忙，然后一直到结了婚生产。对，那今天讲了行头问题，开玩笑，不是光讲口袋里，这代表说我也有行头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套西装比较便宜一点了，是我大概柜子里比较便宜，才7-8万而已。问题是有没有现金？你说你穿这现金应该是18万的吗？当然啦。不，这样穿起来有配着他的皮鞋，对，凭什么穿配的有点怪。小康，你帮帮忙，这是澳洲的名产哎，它是回收的轮胎做的皮那个鞋底。鞋底啊，你那个皮鞋有点方圆式的味道。是啊。我旁边没有脱漆啊。哦，那倒是。对不对？而且我来这边作秀还没有失败过，不怎么可以的。香肠比鸡腿真是气死！你真的要换一双鞋？还要讲？你还讲鞋？我是暗示你不要翘起来，不要再让观众看到你的鞋。这他妈翘起来还有名牌？是名牌的。这质感是你的品味。而且你刚表示你的 label 跟他们一样。啊，可漂亮！你很逊，你知道。人家会你借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还好老师，要不然这你看看老师这双也是开玩笑的，更烂。
怎么摔怎么丢，就是一双鞋。你看看你自己看，那感觉，哎，不是，不臭，不进水，这头裂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快！我解释一下，我解释一下。明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解释。你解释，你讲。我解释一下，我讲，我是个好爸爸，我自己可以省不换鞋子，可是买给女儿买最好的。你把它分解干嘛啦？打开，那是防水啊。詹老师的话我们要听，选择报销，对不对？防水。多嘞多嘞，防水。喂，真的防水？有没有防水防水？有没有？来来来，有没有？然后把它倒掉。不要说左脚，来右脚再一次右脚。不要，可以。现场已经有点味道了。质感，用你的质感到那个地方，知道吧？质感到那个地方。谢谢。好了。我回归主题，我这个五千块的鞋子都回来，五千块鞋子。我这套行情，没有没有，没话讲，卫生纸给他十几万。OK， 你一天零用钱多少钱？男孩子没有万二八千的话，怎么出门嘛？万二八千，对啊，你一天有一万以上的零用钱了，这就有什么好糊弄的嘛？随便准备口袋一掏，那么万二八千嘛？你这像有点像道具哎，随便，对不起哈。每天给你带着道具，看到没有？完全全新的，但不准用，全新的，怎么可能不准用嘛？少来，你录影前你就先领酬劳了，没有啊？这个是在化妆世界。对，明雄，明雄证明，讲清楚，讲清楚，赶快塞明。明雄不是，明雄证明嘛，这是我的。喂，不是这样讲，这刚叫的。依照他的生肖有没有？跟他的体相有没有？是。他真正的钱会习惯放在他的右边的口袋。不是，这一万块真的是我的吗？右边口袋，右边口袋，所以左边掏出来。是左边，我右边口袋。你说跟那个酬劳先领，那不可能啊，他没有那么多。对啊，没这么神奇的。我酬劳也没那么高，真的。秦风不讲了吧？我们这边得到消息，他一天500。哇！而且还是跟老婆拿。啊！你敢说不是？老婆在现场哦。不是，哎。你这一万块一定是刚跟你老婆拿的，没有啦，就是，怎么可能？绝对是，我有看到他跟老婆拿的，举手。我老没有，我看到他跟那个化妆师借的，化妆师。哎，你坐好，这个衣服不要压住，钱呢？因为你要拿去当的话，会。对，还不能压住，要把它铺好。杰哥，你跟你朋友之间会不会去比谁零用钱多，谁就比较有面子？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？不会，是以前恶习。好吗？那是不是一天500？更少。那一个礼拜的。一天多少钱？差不多也是500嘛，花不完啊！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呢？真的，我不想录了。啊，好臭屁！男人出门没有个万二八千的，哎呦，要顶住啊！这些王八蛋都不帮我。是我替我花。好，那秦大哥，你一天大概有多少零用钱？我没有什么限制，没有上限。我从来没有什么员外都出来当带金块嘛，对，金元宝，我靠，哎呀，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像这种平常花的钱会缺啊，我从来不觉得，是，但是我也不用信用卡哦。啊，我都是现金的，你是没习惯用还是？我不没习惯用，那你要信任那个东西。那你万一要买一个东西，比如说3万块钱，那怎么办？3万块钱临时要买的话，临时。大概会有，哇，身上还是有3万块。大概会有啦。嗯，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下次再买。下次再买嘛。哦，要不然就是硬要的话，用欠的。哦 ，OK。哎，我行风哎，欠一下。好像不能这样子。哦，是这样。口气这样有点怕。有时候身上真的有时候会碰到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，还是跑去加油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加完了啊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拜托我你欠嘛。可以哦，哎，然后你要很诚意，拿出你的身份证、健保卡。你不用了，你真的是像刚刚小康讲，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加油没钱，就是我寻风啊。对啊，就平年走天下就够了。晚点再拿过来给你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嘛。所以你没有零用钱方面的困扰就对了。应该不太会有了，不太会。那我们问一下那个小苏啦。哎呦，色情王。基本上我是一个四不一。基本上我是一个四不一没有的男孩子，四不一，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是不上酒家，没有私生子，所以我四不一没有。零用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。零用钱就是讲没有两个字。而且本身来说，我的才华你知道吗？我随时都可以产生钱，
我到处帮人家看面相、算命、看风水阳宅，没有带钱也可以去度。不要这边讲一大堆。对，我的零用钱。到底零用钱一天多少钱？大概一天1000块是有。1000块，我才不相信，他绝对比我低。他气管。因为我一个月平均大概赚30万，那我会抽一成，所以我一个月有3万块钱。嗯。那一个月是不是30天？平均下来他一天1000块钱，那我也没有花。你我听不懂哎，你是老师哎，嫖你怕什么？算一算，这个会不会告你？算一算，这个会不会中毒？对吗？你要怕什么？因为我本身我们怕还有道理，你怕？我算命很准，可是我某一条是不举的。啊！下下，恶心！米九，一天多少钱？我，其实。掌管大权，经济掌管是我老婆了。嗯，那其实最多顶多300-400块这样子啊。一天才300-400？对啊，对啊。够用吗？说实话，以前有抽烟的时候，差不多500多块。哦，一天抽掉500。没有抽烟够了，他们住花东，要停车啊，要进城，要停车。进城，看住花东山哦，台湾山头嘛，台湾族。对啊，我们按照不是你为什么叫民雄呢？我没搞懂。地名呢？民族英雄，英雄啊！对，他就是名字。我想取名字很重要啊，这个要红困难啊，真的。你要改成冈山，冈山为什么？羊肉，干辣椒啊，冈山羊肉，冈山就值钱啊。好了，请问各位，零用钱你们也一样，零用钱是怎么样申请下来？就是你怎么样得到你的零用钱？你是老婆发吗？我是老婆发，有时候我忘记跟她领，或者是她自己也太忙忘记发给我。就曾经出过一件糗事啊，什么事？就身上哎真的柳毛刮大链，一毛都没有。坐计程车想说坐计程车回去，没关系，家里人付钱。然后电话刚好也没电，坐到家里按两边门铃，结果刚巧不巧两边都不在家。哇塞！因为一边是前爸前妈住嘛，一边是我们住嘛，两边都没在家，就很糗。然后我就在那个小店，我们门口小店想跟他挡个几把，一下小店还打烊，没开门，很糗，真的很糗，在那边急，大概司机也看得出来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这种情形我也有发生啦，但是男人娶的老婆就会这样子，我才释怀，哦，弄了半天台湾男人都是这副德性，那我就好过一点了。但是这个情形，那个丈母娘知道了以后，又偷偷塞2000不够你再跟我拿。哦，对，所以我日子是过得还好了，至少老婆这边500，我另外还有2000拿，所以一天我等于花费等于2500，比她高了。不用高多了，还在盯场面，还要在盯场面，盯多盯2000出来，屌不到哪里去。我问徐大，徐大哥，你的零用钱是怎样？老婆怎么样给？我刚刚不是说我没有什么给不给的问题，对他总要把钱交给你吧？因为在家里啊。我对钱的数字不是很有概念，我的大钱反正比较大的数字就反正他去管，我也不会去管，我从来不管有多少。然后呢，他一看我的皮夹，如果剩几千块，他就再补个2万。哎呦，就这样子。那所以我什么时候给我，什么时候用掉，我都忘记。那他给我一杯酒，真的有点录不下去。那嫂子会不会问说你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？突然一次用很多的话，哎，这个就是娶老婆真的是要跟她沟通哎，因为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教育她，变成她从来不问你钱花到哪里去，你就没有压力了。其实有一些女人啊，她管丈夫的钱管太严格的话，反而这个会形成夫妻间的一个隔阂，一个反弹，对反效果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啊？对，没有。明九，你的零用钱是怎么样获得？其实我零用钱是我从来也不缺钱啊，真的、啊，因为我外面的通告的时候，就因为我老婆是她从来不问是价码是多少，自己那今天不是完蛋了？今天以后自己掰啊，比如说外面通告就差不多4-5万，然后就报2万。就报回来是报2万，那1万多2万就塞在自己的，所以我车里面都是钱。有一次完蛋，不是，我现在还没搞懂，你通告5万，那我还录什么？没有啦，不是，有点不是，有点六眼。刚才讲过，你觉得这个不是？他可能累积下来，没有，他是通告，而且是10场通告，那个是10场通告，表演，我表演啊，邢大哥，我在叫我歌手啦，他是大哥，大哥是有灌水啦，我以为我们割脚的比较便宜。我上次通告大概是几毛而已啊，像这种就不行啊，就是自己。
的零用钱。哦，就从那边来，从那边来。那他每天如果他知道他给你的是怎么给你？他给我的。他总是要给你零用钱嘛？当然啦、啊，就是500块啊，就是500块以内。早上起来给你。啊，对对，皮包里面都是500块啊，300啊，500啊，就这样子。哦。对啊，其他的钱就是都是在某个角落啊，就是。嗯。有一次我女儿就是上车就是那边乱翻了、啊，嗯，带他们去跑那个表演通告嘛，嗯，然后很冷嘛，他们就在里面，啊，小孩子就在玩，然后那边翻到20000块的时候，那个小孩，我那大女儿一直玩那个钱，诶。怎么会有钱？啊、我老婆很聪明，嗯，他妈她也不讲，然后隔天，哦，我们去吃那个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去吃海中天，好了，然后就吃一吃，咦，奇怪，怎么会吃那么好吃的？然后吃了之后，结果我隔天要去打球，嗯，然后，嗯，到球场的时候，一直，咦，钱呢？我的钱呢？找不到，找不到啊，那怎么办？找没办法，没有钱打球了、啊，怎么办？干。打电话给球友说，哎，你身上还有没有多的？嗯，说有啊有啊有啊，哥我没带钱，我钱被抄了啦，没有钱被抄了，400块被抄了，就是在那个车子里面了。所以你也是因为零用钱太少，才会藏私房钱。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OK， 那你呢？我也不会跟我老婆要，我比较那个一点啊，比较功利心计一点。你怎么样？对我平常其实老婆也没有主动给我零用钱，我也没有要的这种习惯。对，那我都是譬如说。我们的酬劳常常是支票嘛，对，有没有？常常是支票。譬如说我要存这笔，比如说10万块好了，那都是我去存嘛，我去转干嘛的？那我去存这笔10万块呢，我就会汇1万或2万到自己的户头里面了，因为存是存老婆的户头嘛，啊，对，我就会弄一点出来。不是你支票怎么？能够哦，支票可以撕那个户头，我们搞懂那个户头本身就有钱啦。啊，我只是在办理手续的时候，比如说他存10万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从里面汇2万出来，啊，老婆也没什么感觉，因为他老婆的账户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汇的是那另外的现金啊。存进去10万，那是一定。我很担心你老婆本来里面就有点钱了。这老懂，我懂这个意思。这老婆存进去的10万呢？老婆管教无方。为什么？我老婆会看我整个存款的。又开支的明细，嗯，第二个打电话的那个来龙去脉，第三个刷卡的明细，马上就现行了，你了解吧？你花哪边到哪边去？对啦，这其实不是一个很高招的。对，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，他说小心一点啊，那个钱够用哈，我就心里就因为昨天才汇的嘛，对，昨天才转了3万块到我自己的户头嘛，我就对呀、啊，自己转账偷转了也不告诉我，我就连拜拜都不说。但有没有那个钱不够用的时候，跟老婆伸手要过钱？有，当然有。是很正常的态度，还是生气啊、物主这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说，哎，一定是很熟辣的态度嘛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哎，你可不可以那个先5000块拿给我？他当然一定会是看我一眼，然后为什么？他没问为什么要5000块？你要干嘛？嗯。对，当然会问啊。那你怎么说？那你要干嘛？我可能要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说没有啊，那个罚单啊，缴一下。那你真正是干嘛？什么？就是就真的是缴罚单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是拿去吃寿司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一个人吃好料。寿司呢，就那种那个3万块去吃。你知道吗？那你们嘞？对啊，你们要跟老婆要。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够不够用，我老婆很有钱。又很小气，然后你又很有才华。我没有才，我才华是固定的，但他胆小怕死的。那你就算命算他会死，不是差不多快接近了，快接近了。那我最大的开销就是买换车子，是啊，换车换车子。那男人3年换一部车正常嘛？你了解吧？可是他说他女人不能接受，怎么一场换车子？你就说这个车子有怪声音哦。其实那声音是我自己制造的，可能放一个罐子，放一个石头在某个地方，咔啦咔啦咔啦的，咔啦咔啦。我是上高速公路，我是没有关系。可是你跟小孩安危很重要，赶快换一部车子。他一怕了，想到会死，还有这么多财产给谁怎么办？哦，就可以换车子。那有时候换房子也是要贱了，嘴巴要贱，然后感动，都感动他的心，知道吧？房子也是，这房子住了已经6年了，有煞气。对面有盖东西，影响到我们会有血光，赶快要搬。可是你现在讲的都大东西，破功嘛、啊，他现在讲就破功，他老婆看到是破功吗？零用钱、小钱、小钱、琐碎的。跟女人要钱，这个原则要悲情，
那他会感动的去帮你买，或主动拿钱给你。哀怨一点，哀怨一点，你不要凶神恶煞了，我还不可以邻居，安闹安闹，这不行。我靠，找不到，我靠，找不到起用怎样啊？那我广告出没晒哦，他们属于这种的，安闹没晒安闹，他不行。这样就对了，这种没有人会这样要零用钱的、啊，这倒是适合他们这两个人。哎，什么没有？有，这么凶吗？我们属于悲情型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很多朋友的啊，要钱大概都是你刚刚讲那种那种态度 ，key 派，就 key 派，真的。一般来讲，男人最容易恼羞成怒，对，真的我不骗你，最容易的。薛哥会哈、哦？不会，怎么会呢？我老婆自己都会算好，差不多时候这个通告费就在，好比说我每次通告费，如果经过我手啊，偶尔嘛，我还是。很老实的给他，自然就会留一包两包在那边。所以我每天一万块出来，你钱不够啊，总有钱不够的要的时候。因为总有时候心血来潮，请个朋友喝点酒啊，吃顿饭，就预算透支，回去要跟老婆再要钱啊。所以现在都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，都是朋友找我请我吃饭，所以人缘越来越不好。所以那个因为秦风大哥讲的，加油情形碰过一次两次，然后第三次就没有这问题，因为他包。请一个专门加油的卡，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了。所以说你是完全被管在你这个。没有啦，不是，我老婆真的对我很好。可是 我上次有听他讲啊，就是说你们去吃饭时，你还故意叫他付钱。应该他付啊，因为我身上没钱怎么付？你身上有钱呢、啊？啊，身上就那两千块是我的零用钱，我是付了这一顿的话，我出去不是又没钱。我最可怕消息那次是你刚好拿一万多块那个通告费，通告费，然后去吃饭，他要叫陈明去付钱。不是这样子，你还要想到车子我要加油，然后车子要不要保养？定期保养。女孩子都不认为，她只要车子加油，车子保养跟加油都是那一天的。对呀、啊，不是车子要保养同一天发生的。你要存这些钱，你不能说等到要保养的时候再想办法钱，那糗了。那车子就会延滞保养，延滞保养就有安全性的问题、啊。对，你们两只一挂了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不是啊，对对，我们家，而且你不能让观众误导，还以为我们老婆多凶，我老婆真的很好，太好了一个老婆，不像他们那组是母系的，对，所以必须怕老婆。你这个理由，他们可能不太好。拔翻刀啦，我看到狼牙棒之类的。车子什么要加油要保养，你老婆如果同样话回你的话，你就受不了。怎么讲？老娘也需要加。加油也需要保养。你不在老娘就自己去加油。你几心啊？你有耍过酷耍悲伤那种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嘛？我老婆对我很好，真的。而且她自己会算我缺钱的时候，她自己会给我的嘛。这不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。我是这四个男人老婆坐在一边，然后你就一直讲好听的，对啊，不然我能怎么讲？所以我就已经就讲过我不想录了嘛。很多实话你们一定要逼我讲出来吗？这样子会婚姻家庭是适合的嘛？再给我一瓶酒，谢谢。老师，你几岁？就是说你今天不要穿这个衣服嘛。我调查一下你几岁的，对你来讲。四十吧，四十。啊，莫怪剩一支嘴啦。我嘛四十。哦，你骂一个骂到两个呢，多人就坐遐袂来啦，袂讲好。好了，冷静。所以你们也是，就是婚后才会被老婆限制这个，对啊，金钱的使用，真的是婚后啊。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嘛？哇，谈恋爱钱花的凶啊。然后谈恋爱他也不会在乎你花那么多钱，对，他也不会尽量花。婚后之后，哇，这你要想到小孩子啊，怎么样？我不是说不给你钱啊，是怎样怎样？不是好。这个既然越这个下去，我真的越来越不想结婚。我操！我觉得你们的生活真的是，真的是没有。还有一个我是 OK 的嘛？对对对，但对，我也 OK 啊。多想想我们，洪大哥也是。你们这是命好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整个比例起来，你们两个好命的才两个，这是衰的。你看，我也不会没有啊，我是常常转账的嘛。虽然我也不会跟我老婆要钱，虽然是这个，你也不会要钱。薛哥比较惨，不过詹老师比较不过摸良心，不管陈明在不在场，这句话一定要讲。是，经由他，我花钱概念才改变的。你问小刚，来得及吗？单身也是啦，也是啦。你在花什么钱？你神经病？你那么开心？你刚很熟，不是今天认识？那你干嘛请他客？会花这些莫名其妙的愿望钱，因为莫名其妙本身有财无故，不晓得口袋有钱就想花掉，犯贱。但是有老婆掌管，我们现在也有也成家了，也立业了，也有房子了，也有车子，这点真的是老婆的功劳。是 OK， 像你们这，如果私房钱被抓到，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处理？
装不知道呢，还是装生气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装一起发现啊，这怎么有钱？有钱嘞！你是怎么样？你说如果你被抓到，通常这种事是，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，我不知道怎么会有钱，你放的吗？是吧？哦，你是用装装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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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傻。有一次我是衣柜。衣柜的里面放了一包美金，他说我常常去美国跟日本，一包啊，真的台币大概有30万等值的，我自己都忘了，因为那时候带团很好赚，一团下来就10万、20万的，那时候就藏在那个抽屉里面，大柜子要搬家了，一打开来啪一个掉一包钱，你知道吧？他说这谁的钱？我说是我的，那被他抓到了就给他没收算了，就是很随性，很大方就认了。我感动的是还好没有被别人买的柜子拿走了。以及被别人搬走了、拿走了，宁可给老婆。是，就这样会被抓到过。很久，那一次真的，我被抓到了，他也不讲。嗯，然后一直到有一天，陈爸出事了，去医院开刀。我们听到就是很急，那我第一个去反应，医院的现实。他会先叫你保证金，保证金，家属签名，所以我就急着回去找这笔钱。台湾不见了，那我们一样有很多外汇，但我们出国了，不止美金啊、泰币啊，各国钱、澳币啊，什么都会放在那边。那我想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这段时间都没人出国，我就把新年5000块的本钱移到2-3万，我也忘记实际数字了，赢到他不晓得，我把它藏在钱抽屉里面。先铺一层报纸，对不对？上面再放外币吧，然后就放在报纸底下。我想说很安心的。那天刚好需要用钱，我就翻了，我就把外币掀起来一翻，空的，而且空的还更悬。为什么？我会先把就好像通告费用啊，会把那个信封当那个钱封嘛，信封还在里面空的，我就急了。问老婆怎么回事？她说你现在才发现啊，我已经早就发现什么什么，你藏私房钱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第一个不能讲，因为我在找这笔钱，代表说我记得这笔钱，我不能像明兄一样忘了，果然没忘了的样子。不是，这笔钱是大家急用的，像钱爸住院了，要医院保证金怎么样？医院保证金我早缴了，少来这一套。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啊，因为作秀嘛，作秀一档，比如说一档下来都30-40万啊，几十万这样子，对啊，都一捆钱，那钱又比较多，是。那每一个地方的价钱又不太一样，是。那比如说我比较想要买一条狗，这个一条狗10几万，是。那不好意思讲啊，因为可能个几万块还可以，10几万，十几万有点大，对，有数字，那这样就一叠藏起来，那我就。准备要买一条狗啊，他属马属火，对呀、啊，那个时候我在有在三立主持那个命相的节目，那有那个算命老师啊，就跟我讲，你要藏，我说这个不要让他藏、啊，你是谈到这个，我说他跟我讲说，藏在有水的地方，我说那就不是被流走吗？后来他说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，你不会藏马桶吗？水箱啊，水箱啊，塑胶袋包的藏水箱，水箱上面啊。我20万就粘在上面，藏很久啊，一直因为那个时候喜欢那个狗，一直在看那个狗，然后就藏在那里，还在选，我想真的从来没有被发现过，因为他怎么弄不会去弄的，去查去看他那个水箱嘛，把它打开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结果有一次啊，我去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，X 光一照，惨了。因为我烟抽很大，一天那个时候2-3包啊，哇，我肺部一个大洞，哎呦，肺癌，我完了完了。那我老婆在那边哭啊，那我马桶藏了20万，赶紧倒出来，那他的钱就找出来了，找出来，入库了嘛？不是，行，那个我还是比较关心的，真的，那当然肺部到底还对啊，叫照顾到底，那隔了。第三天啊，又去医院啦。哎，医生告诉我 ，X 光照错了。啊？照片拿错了啦。是。太白人耶！哇，白人耶，来给我凹你咧。你20万很无？很孬耶。你找袂到，你嘛是家己爱招啊。接着进行的是男人皮夹大抽查，男人的皮夹到底会有什么秘密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哦，耍包。哎呦，哦。上海市居住证，哎呦，哇，那一定是邢大哥的了，哇，这么厚一叠，厉害，哇，不缺钱，果然不缺钱，果然不缺钱，
同博版的，像万五，我有两万了，万五，这有多少钱？啊，我大概一万多，大概有吧，将近两万，两万上下。你们会不会羡慕啊？旁边的还好，我这都一万块了嘛。你在那万八千的，我们也有。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啊，两万。大哥，大哥，千元大钞有二十张。啊，玩玩玩玩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电话卡，电话卡，电话卡，啊，顶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电话卡，电话卡，因为，哎，怪怪的，哎，有行动电话干嘛要电话卡？电话卡。给人家的电话卡，哦，请别人打给你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厉害，我这零用钱真的是令大家羡慕啊，两万块，这可能是你们家两万块，觉得这可能是你们家买菜一个月的那个钱吧？不是，是生活费啊。啊？好的 ，OK 了 ，OK 了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薛哥胎了。哦 ，LV 行情，行情，这谁？这看长相知道。詹老师的 ，OK。我们先看，哇，不少钱。哦哦，我拿出来分了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一百先不要讲啊，一百只有三张。哇，这个还不错。二二四六八一万一，十二十二一万二，一万二一万两千多。卡断了就不要待在身上，在那边装好像很有卡一样。明明被剪掉还烂卡，不是？我觉得他有时候要拼行情。我来算，我来算啊，卡裂开了。对啊，哎，你看看第二张卡，看看第二张卡好不好？给大家看清楚吧。哎 ，Mercedes-Benz。你再看看什么样的？对，你说白金卡？不是，看到什么车专用的？你看一下。Mercedes-Benz 啊。对呀。开宾士的人都有啊。不是嘛？你开玩笑，因为这个现在的一般一般的。好丑，跟现在没什么两样。对，什么脸？算几岁了，还在梳郭富城头，真的。老师要有点老师样嘛，还当郭富城。哎呦，这个厉害了。日本政府外国人登陆证明书，这就是。这是什么？他本人代表居留证嘛。我在日本有拿身份。永住吗？永住。永住。他代表我。的行为举止各方面都是受到肯定的。哎，日本健保卡哎，对呀，好厉害！还有日本健保卡哎，这个就知道太能看，但是女儿的照片跟全家福的照片。外面生的吗？不是，可爱。那我解释一下吧，出门的时候啊，电话卡就这面向外面，对，回到家就转过来，这面向里面。哎，我老婆时常检查，哎，怎么这面怎么今天小孩向外面，什么意思？好阴啊！为什么要小孩向外面？因为为什么这样？你有小孩，代表 OK 的，但那个是我太太的合照。我太太说你怎么不让别人知道你有太太？所以她一直坚持，她一定要照片放外面。好了，知道是好老公了，好不好？第三个，哎呀，这什么牌子？应该是，明雄。明雄，明雄，明雄本名叫什么？明雄叫做李瑞军啊。李瑞军，瑞军好哎，瑞军，瑞军啊。啊，对，是啊，是啊，小军，是军军，小军军，来，名字蛮女性化的啊。李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是我小孩的那个账号。你叫带账号干嘛？没有啊，我们有固定储蓄啊，就是储蓄到他那个户头。好，哦，真的是屏东县狮子乡哎。对啊，屏东人啊。狮子乡。哎，你健保卡带女儿的干嘛？啊，前几天带她去看病。哦，还是闹用吗？啊，没怎么闹用啊。现金三百，加发票一张，怎么样都比我六百少了吧？还笑我？真的啊，不骗你，好惨哦！哎，很省哎，买一瓶水，一包超两口香糖，68块。哦，对啊，好，刚刚四百，刚刚张安忠赢了，他刚刚是 Benz， 这是 Nissan。谢谢康哥，谢谢。好，提款卡，提款卡，是什么？家乐福，好爸爸。金融卡，金融卡，你这么多提款卡，健保，哇塞，我的天哪，你看现在的照片，你以前有留过郭富城头吗？这照片太黑了，哇塞，这个皮夹用很多年了，也算是名牌了，起毛球了，该换了，该换了吧，该换，该换，不是这念旧。念旧嘛，念旧吧。Boss 行情 OK 了，行情。取毛球应该是假的。对啊，我身上应该
都看不到什么名牌啦，我是很天池市，对，这护身符嘛，驾照，驾照，身份证，身份证嘛，好，哦，恩爱照片，老婆，所以他规定一定要带的嘛，对，老婆，这个，哦，这个赢了，这怎么去用啊？上面英式字，对啊，看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想用嘛。勤劳朴实，这就是我的人，这就是加油卡，这就是我的加油卡。嗯，哦，厦门，厦门的是厦门酒店，酒店卡，喂，不是，怎么？哦，好，那个陈明那张，不是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女人的？是什么？周星辰。哦，对，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煞九孔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九孔，他叫我把名片交给九孔。为什么？我们活动的时候拿的。周星辰，真的，你秀给大家。嫂子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知道。你这个这张 Visa 卡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根本不能刷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刷，不是你看几年嘛？你看几年到几年？不是你的那个信用卡都有那个哈？心诚则赢。对，都要不然是勤劳朴实。这边是哦，李燕经理卡。洗浴部不是不是娱乐部，那就不要念了。餐饮有限公司李燕经理，李燕经理 ，OK， 我认识这个人，李燕，酒店的，他是男生，在上海。那洗浴部就是就太多税了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去酒店应酬很正常，又不是去做坏事。对，你那个走掉的声音很完蛋，对不对？李燕没有关系，李燕，李燕啊，李燕啊，啊不一样啊。我认识的是上海，他是北京的。哦，对，不是同一个人。对对嘛，对啊，对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凭什么呀？不一样。哦，北京那个来秋文的，那个专门拉皮条的。好，秋哦，秋文明白明白哦，明白明白。我没有什么，皮夹很简单的。哇塞，不要拿一百在那边充很多钱。没有嘛，人家找给我怎么办呢？3900。你常打麻将的？没有，不会打麻将。拿这么干嘛？那么多一百？对啊，找零啊，就这么多一百。没有，这有麻将味，感觉钱比较。哪有人拿钱去包麻将的？你是麻将手这样分来分去啊？嗯，平常就这么多钱，零用钱。差不多啦，就是哦，节俭。你看这种，还有集卡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个是那个 Subway， 买饮料的。OK， Subway 的。A My 金卡，金卡吗？不是不是。那这是什么？可以可以刷吗？可以可以可以签账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明明金的，为什么不是金卡？它是那个金色的卡，不是金卡。硬凹，这个十万块而已啊！硬凹，十万块而已啊！十万不错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是金卡吗？这也不是金色的卡，金色的卡都这样子。那这这是提款卡，哦，莲花卡，提款卡。哎，之前干嘛？这门卡。你看，不是不是，是去我爸妈家的时候开车去嘛，他那个车库的卡嘛，啊，自己收一收。小刚，那你觉得？我没有带皮夹。你是虎烂，你再拿出来。国光帮忙。哦，哇哇哦哦，很棒，单身还多少钱嘛？啊，这个海。这个哇，这个海对嘛，起码也一万多啊，对啊，一万二四六八十，一万多，男人在外面没有一个万把块的，跟人家问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哎，很讲究啊，嗯，你看这中间夹现金的，嗯，我不喜欢把现金塞在里面，漂亮，对，讨厌。OK， 先看这个，是有品味的，哎，是潜水的，潜水知道。Scuba diver 你养，但是重要是看一下照片，看一下照片。小康，你也走郭富城路线是怎样？我那不是郭富城，我那头发短。小康，你这张照片好像什么？你年轻的时候当兵，中国海军，有没有？海军呢？海军都这种头，然后那个工作服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刚一个白色 T 恤，没多久嘛。是，好 ，Visa 卡来了，我有。这个就厉害，人家的卡才厉害。白金啊，白金，白金，白金，这都不需要出来讲。黑金，哦呦，黑金，黑金，这张卡很久了，没有，这张卡就是常用，常用，这也是，一样是，用到变黑了，身份证，嗯，这就是最近的小康，先这样，很棒 ，OK 了，没有，照片会放大了，哦，这张，驾照，驾照，哦，华航，华航，白金卡，你看到，随便都是白金卡，没有白金卡好骄傲。我有啊，我有怎么？我有一张啊，叫计程车，叫计程车卡。对，这个可以打折。
对，而且就是大家男生在外面有应酬，喝了酒以后就要打电话叫车，不要自己开车。对，喝酒不开车。OK。哦，这个证，这个流行悠游卡，注意，对你皮夹里没有悠游卡，你不流行。这个很方便，停车、啊、这个一定要。开车停车也方便，因为事实上停车的时候常用悠游卡、啊。我这没什么好看的、啊，我这什么东西没什么好看，拿出来看一下。我这是很简单的，对，我们都很好看，拿出来快。哎呦，这个皮夹更有质感，不错啊。好哦，果然两个同挂的品味的都是这种，哎，可以跟品味的，那是昨天多少钱？跟熊赢来的，没多少钱，可以跟邢大哥比哦，差不多2万哦。没有没有，是领导钱。11,000,1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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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000
可以啊，但是卡没有白金卡，白金卡，白金 business 卡，哎呦，没有上限，就可以买公司的，不是白金，要买个政府嘞，买公司，万卡，万提款卡，好，提款卡，哦，这个厉害了，万用金融卡，万用。一般都一用，就是万用，什么都可以用。上 Visa， 这张是真的很好用，就是你可以提款，也可以刷卡，嗯，然后它是在同一个账户里。好，那这样。以上是我们男人的皮夹，嗯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哈。其实看男人皮夹也蛮好玩，嗯。不过你一看那皮夹里面的东西有没有，整个质感哦就跳出来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像你的那个皮夹里面。还有什么什么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卡，悠游卡，悠游卡逊了，逊掉，因为你本身的那个信用卡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停车的。对，因为你没有那些。对啊，你去峨眉街停车场免费停车给我看，你去路边停车格免费停车给我看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跑机场的嘛，机场才有，对不对？悠游卡最好用的地方就是捷运站下面停车。对啊，你没有悠游卡，捷运站是不能停车的。一感应就随便停，或市立停车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都可以用。景哥，你有悠游卡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他不停，他就直接停路边就走掉。不是鹏哥，你那个捡到你的皮夹哦，会以为你是有司机的人，你都了解我的意思吧？为什么？他那个都没有什么停车卡，像那个就属于自己开车。对呀、啊，我是有司机啊。对呀、啊，就屌这个地方、啊。那时候就迪英啊。啊，对。司机谁？迪英啊？开玩笑，屌了吧？屌屌屌！贵贵。司机是你。要不然为什么取他两字？屌了吧？屌屌屌！对对对，你老婆管钱没？昨天真的，我昨天录节目啊，是就录迪英的节目，就外面正好有个观众啊，是他问我，哎，邢大哥，邢大哥，那是不是迪英啊？不是，你笑你笑。哦，迪鸟，迪鸟，我今天回去叫迪鸟，嗨，迪鸟，迪鸟，嗨，迪鸟，不，迪鸟，迪鸟，迪鸟，过瘾了，都有外号。反正我这没结婚，我是认为啊，我是认为就是老婆管钱没什么不好，因为说实在，我还没结婚，我也知道男人在外面花钱有时候会瞎花，有个限度，对。那老婆管钱呢，其实给老婆一个安心的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就请了真正结婚，你们来发表一下，你那个老婆管钱好不好？嗯，请讲。啊，结过婚的，对，老婆管钱好不好？老婆管钱，我觉得很好哎。OK， 我认为哈，我认为这个跟你本身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。嗯，我是没有办法管钱的人呐，我一看到数字我头都昏。是，所以新哥觉得老婆管钱好。哎，好，薛哥，好，管钱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真的好吗？不要再让他痛。詹老师，你觉得？其实我看个性啊，像我老婆很节俭，持家有数。我如果钱交给她，她不会去乱花。OK， 有的是哦，去乱投资，心很大，乱花，或贪呐，买漂亮的衣服、钻石都有就好了。有的太奢华就不行。OK， 好，明兄。老婆管钱好啊，好，因为他比较有安全感。是油油中的脸，真的看得出来出油，看得出来，真的。你觉得老婆管钱好？当然好啊，像我这种是不会理财的，是，然后偷转账那种偷偷的很过瘾哦，那也是刺激啊，生活情趣嘛，不是嘛，对不对？男人没有万二八千的，怎么可以呢？对不对？怎么自己也偷吃呢？所以我觉得老婆管钱是好，这个是移情作用啊。嗯，他不敢偷人，起码敢偷点哦。OK， 偷钱。其实老婆管钱可以啦，但是要相信老公花钱。不要问太多。对哦。要不然干嘛嫁给我们啊？真的对。是不是？是。好吧，今天谢谢各位参加国王帮，我们分享你们这个私房钱，这还有这个零用钱这个诀窍。哎，各位爸爸辛苦了啊！谢谢。哎呦，我已经每次来都是谢谢。